白沙屯妈祖玩着，突然停了下来，因为轿子前面有一只超萌小狮子拦轿挡驾。两岁多的小男孩双手高举小狮头，后面小哥哥们不停敲锣打鼓，小男孩跟着节奏在銮轿面前扎马步舞狮，表情认真，完全不怯场。妈祖銮轿像是被这可爱的小舞狮萌到，不停左右摇摆，为了他停留两分钟，小男孩全程卖力舞狮，成功用可爱挡驾。他连看影片也都是在看董董猜，对，所以他很喜欢狼塞这个东西。白沙屯妈祖慈悲的形象也让这位妈妈推着他瘫痪两年半的儿子来祈求妈祖保佑，求妈祖婆慈悲给这个孩子，这么年轻的孩子一个重生的机会，妈祖婆求你慈悲。妈妈爱子心切的愿望，妈祖像是听到了，这般抬高銮轿从母子头上过，象征给予祝福。白沙屯妈祖走到彰化西湖，碰到有民间团体招募捐骨髓，不少信徒看到了，自愿去抽血建档。救人就不要去犹豫太多。民间团体说，平常捐骨髓的人不多，可能是受到妈祖护众生的形象感动，进香队伍的人捐骨髓的意愿特别高。